你还在赶五点半吗？土地建物移转申报查欠，其实可以很简单，申报人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或已注册健保卡，登录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系统，申报土地增值税及契税案件。申报完成后，上传盖好义务人及权利人印章之申报书，已缴纳完成印花税之契约书等资料。税捐稽征机关查无以前年度欠税后，就会汇出查欠完成印有执名章之土地增值税契税缴款书。申报人可以点选电子缴款，连接 PayTax 网路缴税服务，完成线上缴税后，并下载列印缴款书，可直接到地政机关办理不动产移转登记。原来要跑三趟税捐处，现在可以不用再跑了，只要一纸就可以搞定，很方便哦。